各位亲爱兄弟姐妹平安，愿上帝话语亲像早起时的露水，滋润咱的心。愿上帝祝福咱大家有美好的一日。咱今日所要看的经文是《以西结书》第39章，在前面38章讲到，在北方马国地的国极，就是罗西米色托巴的王，伊要率领军队甲真济国家的人，要做伙来攻击以色列，因要来抢夺上帝的选民以色列，因此惹耶和华上帝的怒气。伫今日咱要看以西结书39章，继续着讲到耶和华上帝，伊要亲自来为伊的百姓征战，上帝要出手打落瓜结的金甲钱，瓜结甲伊的军队，并甲伊做伙来的列国的人，拢要倒伫以色列的山顶，因的尸体要互达样的鹰鸟甲残野的野兽做食物。耶和华上帝也要降火伫马国甲海苏的人身上，因就知影我是耶和华，因就无搁再亵渎耶和华的名。第9到16节讲到，以色列人要出去捡瓜结所留落的器具，就是大小盾牌、金钱、锤、甲枪，要起来做茶烧，而且要烧七年甲烧了。以色列要抢迄、要抢因的人，要劫迄、劫因的人，并且以色列要埋葬瓜结甲伊的百姓，这个月甲我都埋葬了。要埋葬啊，瓜结甲伊百姓的国，要称作哈门瓜结国。伫遮咱看见上帝必看顾保护伊的百姓，无因阮受着无缘无故来攻击上帝的百姓。诗篇34篇第70节讲，耶和华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四围安营，要拯救因。所以咱着当咱受着攻击的时，毋免惊，因为耶和华上帝必甲咱三个地带，必亲自为咱来征战。所以咱靠主的确会得胜，而且得胜有春。在启示录20章第7到19节也讲到，迄一千年了，就是千禧年结束的时，撒旦必要对感觉和哎受考棒，要出来威胁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瓜结甲马国，叫因组织征战，因的人数亲像海边的沙，因要起来遍满了全地，要围住信徒的营甲蒙爱的城，就有火对天降落，将因烧灭了。伫遮的瓜结甲马国，就是代表着魔鬼撒旦的部属，伫世界末日的时要甲信徒征战，但是主上帝要对天降火来将因烧灭。所以咱毋免惊受敌的攻击，主的确甲咱三个伫地，主要亲自为咱来征战。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讲，感谢上帝，予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胜。这是请咱做位阿头来祈祷。是上帝知影有受敌攻击阮的时，我毋免惊，因为主你甲咱三个伫地，我要靠主来得胜。并且得胜有春，帮助阮会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